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这次要玩 Dark Deception 第三章了。好，那每次呢，只要是过关之后，就你看这个头像又变了，所以我觉得做得非常细心呢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Two down, seven more to go. One to try for another. 好，就是这一关。好，我们来进去吧。我们直接给他进去了，走吧。You'll need more than a speed boost to get across that. Fall into the pit, and I think we can both guess where you'll end up. Fortunately for you, I can give you the power to jump across. No, not with those spindly legs of yours. I'm talking teleportation. Go 传to 送the吗？rain water. 又有传送能力了吗？终于啊！好，来吧。哦，太棒了！好，Go on, 应该give 有it a 能力了吧？try. I'll just add it to your tab. 我可以切换我们的技能，这样就是了吧？哦，好，来试试看吧，走喽。然后这边可以带过去。哦，好好用哦。它这有 CD 时间吗？有，但是很短，可以直接传送过去。好，这算是一个前置让你练习的关卡，对不对？应该算是练习了啦。我觉得它这种设定还不错，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。好，开始了。啊，第三个到底是谁啊？Keep your eyes 感觉很 open, 恐怖 love. The statues in this place are awfully lifeless. 可不可以跟雕像玩吧？是这个雕像吗？哎呦，是他吧？我们先进去。开大门，走，走。I wonder who does the landscaping here. Very impressive. 哇，这个庭院很大哎，我想他应该有钱吧。Hello，好，走了。迷宫的感觉开始了吗？It's hard to run with a gaping hole in your foot. 所以现在是怎样？这一关到底是？You were wondering? Yes, those footsteps are getting louder. Oh, is it really that hard to outrun a statue? 话说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完全不知道刚发生什么事情啊！You were wondering? Yes, those 哦，这个雕像，getting louder. 然后就来了，是吗？诶，你看到吗？在哪里？哦，在后面。要善用传送能力，要不然这地板的这个刺到你之后就会很麻烦。好，看一下鬼在哪里。哇塞，原来他们速度那么快，吓死我了。不过他们速度很慢呢、欸，哎呦，是看他们就会停止的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、我被打了。好，但知道了，就是雕像看他们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不会动，但如果没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以非常快的速度偷袭你，是概念吧？好，先传送。哎呦，看着他们就不会攻击。你看，像这样。然后不要看到他们过来了。就像这样，太恐怖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在哪里啊？哎呦，看他们就不会有事，所以这关几乎是要往后走啊，太恐怖了！哎呦，又来了又来了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到这里，哎。我过去吗？哎呦，来来来，在后面。哦，这一关真的是有点阴森，就是真的是没办法，很轻松的就可以。哎呦，在这里。哦，好，赶快走。他
东西速度很快，移动速度超快的。哎呦，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在后面。好，还有26个。啊！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哦。哦，这个好阴森，这个超阴森的啦！哎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啊，等一下哦。哎。会不会来这么一下？像这雕像就是会移动的啊！等一下，我一直看他，还是不能靠近他。哎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哎，卡住了。这个是 bug 吗？我们只好重来了。好，刚那个雕像呢，想要吃我，然后又不想吃我，我不知道到底是想怎么样，就卡在那里，有点尴尬。对，我现在也移动不了，所以就是一直跟他持续到了很久。好，剩最后10个了，有办法吃到吗？慢慢走。6。好，剩最后2个了，最后2个看能不能顺利的。哎，这个雕像真的很恐怖哎！稍微移动一下，他们就脱离视线，他们就移动速度就很快追过来。好，传送过去。好 ，OK， 剩最后2个，这边有一个。哎，小心一下陷阱，回头看一下。好，那现在刚好附近有一个可以让雕像他们暂停的僵直的这个，然后就可以顺利的吃完最后一个了。哦耶，完美哦，太完美了吧！好，走走，我刚刚去吃最后一个，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，在那里。耶、yeah! ！我这次呢完全没有损血，完全没有死过，哎，所以等于是满血过关，太棒了。简单呢、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是不是先进去这里面吗？好，先进去了，走吧。哦、而且来了，好，又是这个圆坛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是不是一样回来这里啊？哇，304个，也太多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刚第一阶段只是小菜一碟而已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呢，我在国外的那个网站呢，有看到了攻略，说可以把门关起来。然后呢，我看了好像有一些最近的一些更新，好像不知道行不行、欸。我看一下，有人说不行，是把这个。拉杆先拉下来嘛，然后呢，就一个隐藏的房间可以，打开，然后之后呢，吸引那4个雕像过来之后呢，就可以把他们关起来了。对，比较作弊玩法是这样子。对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不是靠实力玩法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不过我看一下能不能用这招先过关。哎，不在这里。哎，隐藏房间在哪里？雕像在这里，一直追过来，有点恐怖。好，先加速，绕一圈。哦，来，在这里。不过要小心，对，这个其实我之前有试过，就是好像太靠近，就是你用传送，直接在它的正后面用传送的话，有可能会卡到。对，这个游戏可能有点 bug， 就是没办法直接传送到后面去，所以还是会卡在前面被打，所以要稍微调整一下角度。等一下哦，我调整一下。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顺势冲过去，应该就可以了。OK， 用传送，冲刺走喽！这样要追不上我了。
好，是这样子的。好 ，OK， 那然后呢，继续吃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那个秘密房间。秘密房间到底在哪里啊？有一个很大，然后没有什么水晶的。哦，不是，这是一开始。好，哎，吓死我！他们移动速度真的超快的啦。这边吗？从那边绕看看吗？哎，一直有声音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太恐怖！哎，这边有一个，不行啊！好，先移一下位置。可以可以，从旁边绕就好了。稍微微调一下，有点顺利甩开他们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我看一下哦。好像在左边吗？是左边吗？这边都没有，这边刚逛过了，所以是左边这里，对，应该这边有一间房子才对啊，秘密房间到底在哪里啊？完全不知道在哪里，拉杆是拉开了啦，不过没找到房间也没意义，对不对？欸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好，加速冲过去，我看一下哦，秘密房间，哦，看到了，对，啊，总算找到你了，吓死我了。秘密房间就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就可以把他们吸引进来这个秘密房间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再想办法把那个拉杆关起来，他们就会被关在里面，永远都出不来了。对，理论上是这样子啦。我看一下，哎，都来，都来了。等一下，还是要先微调一下。这边几个人啊？两个而已。好，从这边绕过去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。哎，这边有人。麻烦了，麻烦了，会很麻烦。先从旁边绕好了，绕不进去了。好，这边有人，看一下哦。这边好吧，只能从这边绕进去了。这边非常多的紫水晶，这边有人，哇，这样过不去耶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恐怖！我先移一下位置，好，差不多，再过来一点。差不多再位移左边一点点，这只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刚才我被夹挤了，史上最尴尬。哎，可以了，哦，吓死我了。所以现在是四个人都集中嘛，对不对？像几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少一个吗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还有一个嘞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赶快过来啊！三个，第四个嘞？完蛋了，我这边卡在中间。好，还好出得来。好，四个都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四个都在里面了。然后呢，就按照面对，只要面向他们的方向，他们一直看着，他们就不会移动。慢慢的移动到拉杆那里吧。我们先退到这里，然后拉杆就可以，拉杆就拉杆不行，拉不开。拉杆坏了啦！好，有鉴于没办法拉，所以那个官人的策略已经失效了。然后呢，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研究另外一个方法。对，虽然没有拉杆这么的实用，这么的好用啦，因为毕竟是把它完全关起来。但是呢，像这边，这边是个阶梯。对，这边一个阶梯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先把它利用高低差，把它们集中在这里。对，这个是我想到的。我想说这个方法应该，也是比较可行一点。不过还是有风险的，对，不是完全百分之百。先把它们一样是聚集起来，在这个空间里，圆坛这里啦。好，如果它们位置呢没有办法移动好的话，你就帮它们一下，对，用传送。现在一直有声音，对不对？就代表说有一个要赶过来了，因为场面上有三个人，所以一直有脚步声，代表说第四个赶过来了，在途中。但是他不见得，也许他是你正后面，所以呢，你一直要移动一下位置，确保他能够下楼。好，现在是只有三个人。哦，有没有脚步声？哎，四个，四个都在这里了。好 ，OK， 那就看着他们，然后呢上楼。OK， 那一样面向他们这个方向，然后慢慢的吃。然后这个呢一个重点就是我自己想到，就是还是会有点失误，就是如果是你听到陷阱的声音，有没有就先停一下。然后呢，如果是那种就是陷阱那种移动来移动去那种镰刀的话，像这种有没有直接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非常顺利，就是这样后退就对了。然后听到陷阱声音再后退，对，这样也确保自己万无一失啊。好，现在剩206个，这边先吃一吃。我现在一样是
在他们方向看着他们方向哦。对，一直看着他们方向，他们就不会移动了。OK， 但是怎么知道你破功了呢？怎么知道他们移动了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听到脚步声就知道你好像没有对到了，你就要重新再来一次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174个，这边有一个，出现了一个，也就是说漏掉了一个了。所以等一下要再重新来了，不过目前还是可以，因为目前还是没听到脚步声，所以这个方向是对到他们四个人的，一样是锁住他们四个人，所以 OK。啊，这一关最麻烦就是移动方式了，只能边听陷阱的声音边移动。对，再用眼角余光看一下，好，过去。OK， 可以。好，接下来应该是要重来了，我们要赶回去开头那里了，因为他们应该已经全部都已经解锁了，解除封印了。没对到他们就这样子，欸，我耳外一命欸。OK， 他们都来了，我现在想办法回头，或者是有一个临时的方法，就是在这个比较大的房间里面，一样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，然后一样盯着他们。对，这是另外一个办法。OK， 现在几个了？应该有两个。欸，好，两个了，再累积两个。他们在哪里啊？好，来了一个，三个，少一个。欸，你们兄弟咧，可以扣一下吗？欸，原来在后面，原来在后面。好哦，好，一开始是不免俗的，对，累积在这里可以了，四只都在这里了。走吧，我们再直接按照刚刚的方式慢慢的去收集剩下的紫水晶。哦，剩74个了，差不多了啊。还是要有耐心，慢慢的，千万不能急躁。对，这关急躁呢，就绝对过不了。继续来，然后仔细听陷阱的声音，有陷阱的声音，就稍微要判断一下，看附近有没有陷阱，不要贸然的移动，不然很容易就死掉了。哎，我中陷阱了，可恶！好，一样开始起手式呢，就是把他们聚在圆台那里，还有54个，好，一样把他们聚集在一起，然后继续去吃剩下的紫水晶。好，吃到了这个时间暂停了，还有41个，我们快成功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就越应该要冷静淡定，对，千万不能急躁啊。对，慢慢的盯着他们，然后再慢慢的移动移动再移动，还有39个。38个过去哦，小心陷阱。36。好 ,35。好，这是同步的，所以你看到往右摆其实也过去了，对。他们同时都是往一个方向摆的。好，最后10个，最后9个。快成功，快成功了。啊，有点紧张。7个。卡住，卡住吗？好，前面有陷阱，所以判断这条路线应该是没有陷阱。OK， 剩最后四个了，哇，还要绕过去前面呢，蛮麻烦的。好，走，剩最后四个了。这个房间没有陷阱，有些房间是有四个陷阱的，要小心，四个刺针。好，听声音，没有声音。OK， 就不代表这一圈没有陷阱。哦 ，Yes， 总算成功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，因为我几乎没有什么死到啦，所以，如果是自杀，然后直接到出口那里，就直接到圆潭了，所以那也可以。对，不过圆潭现在离我很近，没有，还要绕一圈呢，怎么回事啊？有点远呢，对，还要绕一圈。好，慢慢绕，慢慢绕，慢慢绕。我看一下，那一些那四只有没有被我封印住啊？还是他们有解封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哎呦，哇，眼睛变红色的，狂暴状态吗？快到，快到，快到了！云潭就在这里，下去摸云潭就赢了。对，好，下去云潭，哎，怎么还没绕到？我天哪，我绕到最大圈的那一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被包夹了，过不去。你看，船上过不去，偶尔会这样，尴尬的时刻来了，糟糕。糟糕！哎，哎，怎么多一个人？他是谁？
鬼魂吗？我不知道，多出一个人呢，好像不是雕像。哦，就他，就是他。感觉好像小女孩她爸爸哦，只是变了个样子而已。好，那就现在就是除了闪雕像之外，还要闪那个鬼魂。哦，往那边走了。好，往这边绕。哎呦，跟我玩。哎呦，没事哦，你到那边哦，我要下去咯，拜拜。好，这里，哎呦，不要碰到他们。好，结束。啊，总算过了。天哪，好嘞，好嘞，全部吃完大概要过个，如果要仔细谨慎吃的话，大概要玩至少十几分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到十八分都有可能。对，光是吃那一些，看你有没有耐心，有没有死啊？好 ，OK， 现在出去了。然后现在。我现在逃离这个庄园，对不对？这边开不了，左边吗？加速过去看一下，这边有门可以通吗？哎，可以耶。好，然后，哦呦，还有陷阱，传送过去。哦，隐藏秘密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也有门呢。哎，打不开。啊！吓死我了。好，我看你们从旁边绕过去，拜。好，赶快走，走，不是这边，传送。好，出去了。哎，门可以带上哎。好，把它锁起来了。OK， 那既然那边通不了的话，那另外一边呢？另外一边可以啊。还是这边解决之后呢，中间门可以开了，有没有可能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嘿，哎，开不了。好，那就往最右边走了。唉，只有最后这条路了。好，一样推开。前面是未知的浓雾啊，有点恐怖。好，应该可以哦，应该可以哦。好，推开来，推开来，推开来啊 ！Yes。哇，这边好雾，天哪！还有人追我吗？哎呦，雕像还在。雕像还是在，而且很多个雕像，超多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要来了。先船上走。好，看一下大门在哪里。哎、欸，大门在哪里啊？没有方向感啊。大门嘞？大门到底在哪里？啊！自陀罗网。好 ，OK， 现在在哪里？现在这里。现在这里，所以往左边啊，不是，哎、欸。这个方向是刚去的，哎，不是不是，这边，对对对，好，出口只有一个，就那边，啊，还要闪那些雕像，还有鬼，真的是非常麻烦。那个、鬼虽然移动没有到很快，不过好像是追得上我，如果是以正常移动速度的话，所以还是要利用加速啊。不过刚那里几乎没有地图，没有路哎，还是我要按照他的那个路去走，不要走旁边一点，要不然很容易迷路。对，就在那里而已耶。好，直接走路，看一下能不能……哦，看到鬼了，在那边，快点，大门快开了，大门，哎，雕像在这里，开啊，赶快走，哎呦，好恐怖，我超多只的，再开，哎，要出去了 ，yes， 哎，关键时刻给你卡住，哎，传送，大门在那里 ，yes， 哇，千钧一发。啊，这一关真的超难过的，这一关非常非常的困难，对，啊，不过呢，因为上次那个改版之后呢，关人的关雕像的方法已经不能用了，所以只能用我那种方法了，好吧，我那种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，OK， 结束了。I didn't think you'd make it this far, love. I really didn't. Who knows? You might just go all the way.好，他们又在斗嘴了，我真的很不想介入哎，你们就吵你们就好了，我就是想过关而已啊。Oh yes, trust the bloodthirsty demon. No doubt he has your best interests. 好，讲反话。哇，他往下看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生气的时候眼球会往下？那这一集呢，就先结束喽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玩《黑暗轨迹》的影片了。如果选票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
想追踪频道呢，不用订阅我的下方频道。另外 IG 呢，也不用追踪我。我说啦，下期见，拜。Thank you.